托你听爸爸的话，甩到一，甩到一，甩到一。不行，这次的扣来了。那个本来就是我的钱，怎么叫占用那里面的钱 ？Hello， 接受三千八，对，便宜，性价比很高。如果说只要是有看卡车的频道的话，只要有跟我们说，我们就会直接做赠送，相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特。有看到我这今天的穿着吗？你今天怎么复古啊？最近就是华泰有一个新的造景，然后想说，好久没有来，你知道？大概这个礼拜吧。看我今天准备了什么？神奇的小甩甩。今天呢，我准备一个特别的企划，等一下要给你们两个甩甩子，一人甩一次，底价是3000块，甩到几就是乘以几，那甩到比较高的就是以他甩到的去计算，3680就等于可以获得18000哦。你说一个人18000，两个人？两个人加起来，我没有那么有钱，好不好 ？OK OK， 这样也很棒了，真的对你们很好。我今天还在跟他说，你带这甩子干嘛？因为其实他们两个完全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带这个骰子来，我今天骗他们说我要带骰子来拍照，顺便带大家逛一下华泰有什么好买的。来自我们幸运的小骰骰，接轨一号请登场。正能量，来，好紧张，我也很紧张，加油！哇，不错哎。那换 Emily， 究竟我们的衰鬼 Emily 会不会？他有时候会突然变很幸运。对，我要跟他讲话一下。来跟他讲什么？拜托你听爸爸的话，甩到一，甩到一，甩到一。我想要开频道了，我觉得我开频道的支出一直都是在负成长。没有啊，你是正能量哎！你看那红包袋上面写什么？这原本是要给我妈的红包，你知道吗？儿子的毕生积蓄。我们就准备开始逛吧。他的手机摔出去。我做的事情。啊，帆帆刚刚讲了一句很不人道，他说什么？18000，这可以白什么？你怎么会这么不知足的人啊，天哪，这精品一个包都买不起，你就不要买精品就好了。啊，怎么办？好难哦。你们两个现在想要18000都没有跟我说一个谢谢。有啊，你们好过分哦。我有说吧？好像没有。谢谢之后等你的频道20万的时候，从10000起跳。去死啊！你们要不要去死？好啦，其实想说就是你要年末嘛，然后你们两个生日也快到了，所以就你知道顺便给你们，不好意思，叫个生日是这样。可恶，计划通失败。原本想说可以就是这样子蒙混过去。逛什么呢 ，Emily？ 因为 Emily 的包包也是这个牌子的，它其实是一个小资女可以入手的品牌。这个很萌哎，6100。哦，其实还蛮划算的哎，我觉得这种很适合交换礼物送人。很可爱耶。Candy Baby 哦，可以，好可爱哦，这好像那种美国有钱的大学女孩会背的，对不对？这种奶茶色的感觉，可是颜色会不会太保守啊？6700再打5折，而且还有它的经典这个 logo。我们两个平均下来一个人也有9000块，可以买到好东西。其实我是说你们两个加起来的钱，所以如果 Emily 你今天突然买个15000的，剩下范范就是3000块。你要想哦 ，Emily 刚刚甩到6的人是谁？是谁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去范范的爱店巴黎世家，好不好？一直要拿三十个，我真的没办法哎，没办法，怎样？被动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人刚看到一个黑色皮夹，真的很好看。但额头现在看起来很好笑。可是我们还是要想一下，好不好？毕竟像预算有限啊。其实就是你知道 ，Valentino 跟 Emily，My Forever。谢谢。来，我们下一间小资主的爱 Longchamp。刚刚逛完了，其实我觉得价格很便宜耶，后面那种基本款3000有找，而且它容量很大。对，我觉得很划算哎。哇，我们来到了小 CK， 我觉得外面白色的就很可爱了。多少钱？2230，2000多而已。小 CK 的鞋子也很厉害哦，好可爱哦，1010。他说2件就在9折啊，哎，划算呢。如果我会穿这种鞋，我一定买这双。范范在看什么？范范又在看这个，你看，你刚刚你能不能试穿看看？我不要，这双好看。你在看这？超便宜的。多少钱？试穿。我们这样可以一人一双哎，姐妹鞋。到底都是。这位先生，为什么自己逛起来？因为我觉得这双很好看，我觉得他如果再大个1-2号，我就可以穿。啊，好可惜哦。这两个人真的是选择障碍，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买。我们现在要先去吃午餐，午餐也是列在这个里面的哦。
好。是我们两个的扣打，是我们两个的算你的自己是。不行，这次的扣打我们的钱、欸。那个本来就是我的钱，什么叫占用那你们的钱 ？Hello， 好傻。不要点太多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就点欢乐分享餐，五人份的那一种。不行，这样我跟范范会不欢乐。一个面，然后一起分走。他刚刚为了一个开胃，他要点酥饼还是鸡柳条？十分钟啊。价格我直接。差不多50块的价值，那50块是今天多余的小确幸。有想过真正花钱的人在这边吗？我根本不 care， 我就想说赶快点完，我要赶快吃东西，我好饿哦。这样的话是，哈哈，谢谢你们两位喽。刚刚发生一些小插曲啦。刚刚工作，然后我们现在结束了。这星巴克是会不会是用那个18000去买的吧？没有，这是我自己买的，不要乱扣钱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Coach， 果然是男生，就是挑男生的东西。我哪里？对，我现在男生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鞋子好可爱哦、喔！我刚刚有在看，这个好可爱哦、喔。接受3800，真的？对，便宜耶。哎、欸，好看哎、欸，好好看哦、喔。这个男鞋也有，26号50size。推荐大家来Coach，可以来逛逛他们鞋子 ，CP 值很高。如果买这么3000多的鞋的话，我还有一点点扣打，搞不好可以买个小指甲。对、哦、对耶，这个我觉得女款比较精致，男生就有一种成熟的感觉。买了啦，这样穿这双怎么搭都好看。我先选这双，然后等一下再去看。他要这双，他要这双。我觉得这个主题真的可以持续做下去，就全台湾、全世界的奥莱我们都可以去。我觉得很可以耶，是认真真心觉得这个题材。对，我真心觉得这很棒。你觉得？请各位观众在下面留言，如果觉得这个题材很棒的话。留言让我们继续做下去。这个材质是从我们频道的吉祥物。如果说只要是有看卡特的频道的话呢，只要有跟我们说，我们就会直接做赠送一个香水。一定要说是看卡特影片来才可以拿到哦。这个很可爱耶，九月底以前刚来这边买哦。好，送完就没了。送完就没了。谢谢。怎么有一种突然很不开心的感觉？大衣间就是我们的 MK， 也是很多基本款哎、欸，很可爱耶。2060打4折，等8000块。我如果刚没有买那双鞋，我可能直接买这个。我跟你讲，到打烊就没有了，我就要带剩下的钱，我就离开，只剩下半小时。我跟你们犹豫很久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等这个先生拍照很久。对啊，你帮我一个赞。我今天真的是见识到我们友情的脆弱啦，想尽办法想要把我的钱花光。你平常都买一些废物，不如给我们花，我们会买一些更值得的东西。我自己挣的钱，我不能拿来花。辛苦哎、欸，我现在心脏砰砰跳，因为要打烊了。加饭饭饭，大家都很急。巴黎世家，巴黎世家。现在剩下最后10分钟，这位小姐还没有买到皮夹。你第一间就已经看过我，然后现在又绕回来，是什么意思？这两位给我逛到人家都已经把门锁起来了，还在里面逛。我们第一家就来 Case Bay 了，小姐。还是不然看你啦。你确定哦？对啊，完了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不是啊，你可以不要花钱啊。没有，我就要。范范，我们今天逛到了最后一刻，这印证了一个故事。就他们说，你过这条河，你要捡一颗你最满意的石头。他就想说啊，先不要看，先不要看，等到最后一定会有最漂亮的大颗石头。结果他就这样走走走。走过河了，所以他一颗石头都没有捡到，这就是你的故事。聪明的人呢，捡了那颗石头，你就看着他这样慢慢走过河，对不对？我真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。没有，我们今天从早逛到晚上，而且已经全部都打烊了，对，灯直接黑掉。来，那个我们袋子拿过来给我一下哈。袋子，其实也还好，才3袋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位花了多少钱呢？总共金额16708。啊！可恶，我们还有1200多块钱，总共还有剩下1200啦。你今天已经够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很开心，谢谢。你真的很棒哎，你好漂亮哦、喔，超白的。谢谢，真的啦。最后来看一下到底买了什么。Emily 最后呢，就是买了一双鞋子，对，就是我们里面看见。第二个呢是一个压线结上的一个小短件。这个呢就是今天留言抽奖出去的皮夹哦。谢谢谢谢。这个呢就其实范范从头到尾就看定了一个皮夹，其实他从头到尾就只想要这一个。对啊，中间他也都没有变过心。那是因为范范的风格很明确。那谁像你风格那么？是不是？其实就很多皮夹选择，他就不要黑的，他也不要 logo 太大，就是这边的皮夹真的很多。所以我最后就选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看的奶茶色。那为什么不一开始买呢？好啦，那今天呢，以上就是我们水质大神的企划了。谢谢，我们今天很开心，非常感谢。我双手空空哎。没有啊，你一只手有你的包包，一只手有骰子啊。对啊。不是，
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来欧佩没有买东西吗？欸，其实我们算另类帮你省钱啦，就你买你都乱买啊，可是我买都是买我们会用到的啊，是不是听起来很划算？听起来有点合理，但是其实是不合理的事情。好啦，那小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分享，那我们就下期见咯，拜拜。